进行第46届金钟奖得主曾国城的型男大主厨。你看，又客气话了。节目，你也很会，你主持几年？你主持几年？我主持还好，16年了。16年哎！哎，我有输过你哎。好久啊！本来很少机会，大部分都你赢。我有输过他，我有输过他。哎呀，这怎么比？来，各派三位队员要前往外面的卖场去购买食材，其他队员留在园区执行任务。任务完成的话，采买队员即可马上获得对应的购物金。就可以买东西，买食材。哦，那个主题是海陆料理，海陆料理。最终获得较多料理好评的队伍获胜。我们有7个民众来吃海陆啊，海陆一定要先推出一个料理长，才有办法执行这件事。对啊，料理长，料理我，对啊，你啊，对啊，应该。还有谁比你更适合？任务每次完成的话，就是200元购物金。总共1000元，才1000啊！其实能买的都只能用最简单的啦，一道菜就好了，又不是一桌。5点以前要完成这个菜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出去的3个就是听指挥而已，就是重点就只是他在指挥所有事情。5点一定要出菜，所以算一算应该4点就一定要回来。哦，可以吗？现在1个半小时，哎，其实还要下山呢，下山还要上山呢。对啊，所以你们要抓那个。好，那然后卖场的部分就是你们自己 Google 想去哪里买。还要 Google 哦，这附近还 Google 哦，出去也是很忙哎，太难了吧？我想到了，我们来做，因为我觉得哈，这种煮菜的东西，你要给客人他们尝的时候，一定要是热的。对，你如果他们吃到像风吹冷掉，一定不好吃。对，所以呢，我想要来做一个是让出菜的时候都是热的，是根类的。我想做宜兰的一道菜叫做西卤肉，你做根类的，它比较。热的，那你就抓。那我跟你讲，炒菜客人他们你弄的风味太细节哈，那个婆婆妈妈对，女客是搞不清楚。就是一个羹汤，就是一定要以他们的思考逻辑，然后调味还觉得哦，我最后还要讲一讲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又不用太贵的食材，就比如说红萝卜、木耳、大白菜，然后虾，然后一些什么扁鱼。然后再来就是海鲜跟肉，这样就买不下的呢。猪哎，没有，这都很便宜。还有油跟调味料，没有，这很便宜，那一定都很便宜的。你要把油那些算进去。木耳那一包30几块啊。OK。木耳，然后那个现在大白菜是最便宜的时候，现在1斤大概30几块而已。对，我们4个啊，就猜拳留2个下来当苦力就对。好，输的两个输在这，输的好紧张。好，预备，剪刀石头布。哇塞！就你们2个这么刚好，3胜2胜啊！你让他们下来做苦力哦。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可以了。好，那就出发喽！加油！加油！你们2个加油！可以啊！保重啊！我努力，我赶快想菜单。好啊，等我们的消息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！丰东黄昏市场，可以。哎，丰东黄昏市场，这个时间刚好。我觉得。因为他过一关就给200，对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只要想办法，我们的东西不要买太贵的，对，我们就去买到刚刚好的量就好了。因为我们去超市，他会买过量，比如说我要乌醋，我一次叫1整罐，可能就要89块，对。那可是我只要一点点，我可以去面摊跟他要一点乌醋就好了，或者让他买10块钱。对啊，可以跟他要。那我们这样子可能，搞不好他们第一个任务、第二个任务是400块以内，我们就把所有食材都买完了。水源路跟丰东路，我们用药的。我跟你讲，陈哥这个人很重公平。我们用药的，陈哥会说，为什么他们用药的？他会念。未来盐巴，我们就说我们用买，我们再怎么样也要花2块钱。我们如果有多的钱，我们再多买个饮料或者什么，买个饮料回来也给他们，大家开心。对，开心。做菜的过程大家开心。他说，哎，怎么会买饮料？我们钱有多的钱啊？对啊，刚好啊。这个是你们今天要执行的第一个任务，好，这是你们今天要煮饭，等一下要用的厨具跟桌子跟锅碗瓢盆。我要帮你们等一下运到2楼去，全部包含瓦斯桶，全部运到楼上去，把它布置好。照片我已经传给你们，现在就可以开始。可是啊，现在不用改了，不行吧？走吧，简单的真用。啊！冰冻，他们来了，不用改。改，等一下，先给我一下。好，那我扛这个。哇，你可以吗？卡住了。哦，分2趟了，没差了，时间够了。不要，那你坚持。哇，好，2趟了，小心，推车是可以用推的。好，这
怎么走啊？我们要放哪里？哇，放哪啊？过了过了过了，这个怎么抓啊？这个不会打开耶，小心要不要夹到手，这样这样。拿出来，你摆。好。一二。哎，你那边还没打开，你那边。我拿手机出来看，这怎么装啊？这个背在这里，我记得在这。有个透明的小碗，这个放。这样。垫子，垫子。这里在这，我记得。小心刀子哦，锅铲不对，这样，锅铲不对，锅铲在上面那个，这样，哎，我们要装这个，这个要怎么弄？我没有弄过，对不对？不，这是直接放上去吗？扣上去确定就可以。哎，好了，这样吗？好了，哎，我们就直接。走，我们要去那个市场，找那个老板。嗯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快到啊？快到了。哇，我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这里赞啊！这个一定赞啊！哇塞，看起来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哦。通通。口罩戴哦。好。哦。有观测机耶！哎，这个是我找最近的。好 ，OK OK 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，我现在一个想法。哎，你好，哎，阿丽叔叔，哦，我认识他，啊，是我爸的好朋友，是啊，从小的，这么小啊，哦，对，现在我们就是调味料的部分啊，对，我们找一家面店，叫他帮我们找，就一定有香油、酱油、乌醋、白胡椒粉、鸡汤，还有太白粉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菜市场里面，我们只要找两个，一个呢就是猪肉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海鲜，对，已经完成一个200了，哦，真的很快哎，厉害！我们进去看看，好，我们要找面店嘛，来吃点，吃好。哇，哎，200块是不是可以买这个什么咸水鸭？哇，好香哦！我们都没有吃到烧鹅，我们三个好像可以搞定这个，哎，应该可以吧？因为他也没有说，对啊，他没有说来过，对啊，是食材，食材。吃的东西嘛，对，哎呦，好，谢谢，哇，啊，我们需要这个虾米，老板虾米，我们不用很多，我们要10块，好不好？10块钱，差不多，蒜头，我们也十块，哇，我们就买到两样了嘛，早黄昏市场是高高段。再不用，我们要做那个宜兰的名菜西卤肉。西卤肉，得喽吧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礼貌。你好，副总好，副总夫人好，副总好。我是群群，我是花花。嗨，欢迎你们。最近，上菜哇，这个力道还可以，很不错哎。然后要喝茶吗？对，你喜欢喝什么茶？我们这个翠峰乌龙。哦，翠峰乌龙，这里的招牌吗？对，我们的招牌茶。哦，好可爱哦，翠峰乌龙。我们的任务是泡茶、切蛋糕跟水果盘。群群，你会切凤梨吗？我不会耶。我会。真的假的？但是我要先泡茶。啊，等他一下。这看起来比较高级。你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你不可以。他现在要摆盘。我现在要一分半的时间，就要吃到那个茶。哦，一分半可以，切凤梨，刚好一分半。哎，这刀子很好切。你要去倒茶，茶会太苦。快点。来了。这样。没有，我怕摸到那个口很不卫生。没有，我的抖只是很雀跃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抖不是紧张，是雀跃。那我们可以喝了吗？可以，你可以品味一下。你们可以试一下。可以。因为是
这里招牌的翠峰乌龙。不错，哎，这个也切好的，哎。这在忙什么？好，很漂亮，完美。上菜，上菜，下午茶来了。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道下午茶名称？叫做五花八门。五花八门，虎你旺。对，虎你旺。有配合到虎年的虎年甜甜，开心一整年。还好你不是说吃甜甜的就是一个。可以。秀妍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吃哦。怎么样？特别好吃哦！哇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的下午茶还满意吗？两位？是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南副总给个分，请给分。80。我要给个90。哇哦，好高哦！八十，你要走的程度没有？五四三二，副总你觉得多少？我们今天好了，那个副总不能可以再加分吗？90分，可以。好，90分，90分，好，90分。因为有及格，所以你们就任务完成了。耶！谢谢。然后另外你们有完成一个隐藏任务，就是有帮副总跟副总夫人按摩，就会再多加100块，所以你们这关获得300块。耶！不是开玩笑，这不是吧？加分，真的真的。加分项目，耶！那我等一下，你不要帮生养按摩，帮切水果，对，切水果。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赶快品尝你们下午茶，真的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小吃一点的呢？这样怎么够你们吃呢？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多钱呢，我们钱没那么多。哦，这看起来就很新鲜，有没有？天啊！120，我要不告急，哇，不够了，不够急。好了，100块给你们。我们只剩80块，除非我们，你们等一下，又有了，哎呦，哇，哎，这里好，哎，为什么是三张？不是一个任务两。因为他们会被副总加钱。哦，这里小费，哎，虾子来个50。钱一个人管，钱一个人管，好，50就好。蛤蜊10颗就好，我来敲一下，2、4，哎，够，好够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多少？这样总共150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锅，大锅，你是不是只剩肉了？我买菜，剩下的，这样子多少？50，碎，许梦哲，就这样就好了，红萝卜。木耳跟香菇，我们没有钱，我们很穷，是啊，我们被限制了，是啊，对，还有那个干的那个干贝吗？没有，好，我们被中方人说没有钱，然后吃这么好，怎么变这么胖？哎呦，就吃很好呗，他在报钱，总共多少？93，啊，93，93哦。好，谢谢。隔壁好像有在卖肉羹，真的？是我们直接去跟他买肉羹，然后我们就顺便跟他买香油、酱油。可以哦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帮他们两个女生买？他们也很辛苦哎。对啊，哎，那个葱面包看起来就好好吃哦。我们就买个，帮他们两个买葱面包。好，这个没有。还没啊，他们不是还会再转吗？好，他们在喂啊！啊，那赶快，这个要喂完是不是？喂，这边因为喂草，拿那个草来喂。没有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个草是喂在养的。我们是打你这个小人。真的假的？你要跟他一起喂，他们都快喂饱了，对不对？赶快！你们怎么可以用撒的？他们要下吃，要吃完，那怎么认定？对啊，哇，好可爱，这个鱼，他们一直啊，好漂亮啊！
哎，他们这个游上来，哎，这好大哦！哎，他们啊，他们会吃虫啊？他们是不是这个？他们吃好可爱！哎，他们一直觉得，你要喂鱼吃草？没有没有，我们用，你在干嘛 ？Hello， 要给他一点时间。好可爱哦，咩咩。它吃算快耶，这边是怎么回事？食量都好大哦。咩咩，这里，这里。我也怕。拜拜 ，Hello， 谢谢你让我们完成任务。啊，我到了。哎，你好厉害哦！不行，我也要。你看那里。耶、yeah, ！哎，我完成了，我有钱了。耶、yeah. ！那我们现在剩什么房间？民宿跟楼梯这样的打扫。可以民宿，那我们去房民宿的。好，来，他们用。哦耶！好，是吗？哎，老板你好，我们是借由这边录节目，我们需要买肉羹，我们可以直接跟你买肉羹就好了吗？可以啊。哦，谢谢。单纯肉羹，单纯肉羹，不要开，我们只要那个肉羹就好了。哦，好吧。我们对于钱的规划。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完善。老板，那我可以请教你一件事情吗？你们在卖肉羹，我们可以跟你买3块钱的酱油，3块钱的胡椒粉，3块钱的乌醋吗？我们还是要付钱的。我们付个10块钱，意思一下。乌醋。我们就叫就几十块。要么只叫五十尾而已。对，太多太算了嘛，这样刚刚好，刚好厉害了。谢谢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我这个橘子也放你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目前50，好，50，肉羹啊，哎，这肉羹，谢谢。3:30了，我们回去还要备菜。面店，有面店，有一家面店，我们吃个面再回去嘛，还有时间呢。有内用吗？有内用。好，肉到饭，肉到饭。啊，一个厨师要做好餐，一定要了解你的消费者，他的口味如何。对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台中民众他们吃东西的口味大概是怎么样。所以我现在算是试掉，合理。那么我们算试掉了，好不好？合理。有肉燥饭、米糕，还有什么？我肉燥饭，我改肉燥饭。你要肉燥饭？好，我来做。救命啊！哎、欸，有马屁。哦，在发光，好了。可是地板很干净哎，有什么好吸的？可以了。还有一个。好了。可以了。没有了。我们这样可以了吗？哎，这里是不是可以泡汤啊？哎，这是温泉哎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没是温泉哎，那很可以泡是不是？好像可以泡个澡。真的吗？那就放水了。哎、欸，啊，真的哎！又完成一个任务。哎呀，谢谢两位妹妹啊，辛苦你们了、啊，谢谢。辛苦了。收起来。为什么打过来？花花。喂，花。你们干嘛？哎、欸，你们买的怎么样了？我们现在还在找，我们现在想用谁的方式？要的方式，请他给我们一点点的油就好，这样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那怎么感觉你们在举着？为什么嘴巴那么油啊？你刚吃东西啊？我这口水喷的到处都是啊！我真的没有在吃。等一下，我变奶奶吃东西，为什么？我帮了，你们吃超多，傻眼！哎，我们超认真的，我们买超多东西，超多东西。我们买了很多东西要回去给你们吃的。等一下，我们的任务的食物，你们食材有买吗？哎，还没买完。那你们花这些钱，你们到底够不够钱？花对吗？我们现在只能买饮料。如果你们赢得多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去买甜点、面包、蛋糕。你们是拿我们刚刚努力的钱去吃东西哦？对啊。你看，不是，时间差不多就赶回来了。我们再加油一下，我们现在再去买个饮料。然后你们再加油，对，再去做最后一关，我们就会买糕点回去。我们待会就会有糕点跟饮料。所以你们的钱是非常够用的。哦，那好，那我们还要再去嘛，对不对？好。但你们还是要做，因为我们要买甜点。好，拜。
才不要去了。真的假的？他想要让我们有事做，这样我们才不会对他们有抱怨。所以是确定够用就不用做。对，我去看电视了。好啊，后来脚也冷，好像也是。非常好吃。谁啊？不给。来，那个去里面吃，非常好吃啦。很好吃。是啊，应该是他们赚的钱啊。我们有多钱？没有，没有钱的。是啊。哇，好棒哦。好吃，非常好吃。会不会这家店因为非常红？我们要背一下，我们在哪边做菜？有认真的，谢谢。那边好，那你好，都给你。好，我们去做菜了 ，Go Go Go！ 想要麻烦你们做菜，你们要煮什么啊？哥，你分完了，你分配完了，分配完了。五点之前煮完。哎，这个开一下瓦斯。冷掉哦。对啊，那小火不会冷掉哎。我们的皮克嘞？我们的在哪里呀？他们回来，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老板，我慢一点。我们的锅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这没有糊烂你们，这面包是买给你们，然后这鸡肉跟这个炖的玉盘，哎，全部在这里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小馒头吃到饱，小馒头吃到饱，小馒头看起来很好吃哎，把它打开。然后五颗橘子，这都给你们，还有放肉水果。小馒头，小馒头。反正我们在五点前煮完都可以。是要煮饭了吗？在吃吗？我以为是拿回来吃一下。不是，因为我们两个妹妹那么辛苦，对啊，我们当然是这个。这边我让你先去洗这个，赶快。你先去洗这，你先去洗这。海鲜，我要拿东西给他们。海鲜，海鲜一个洗，海鲜一个洗那个。好好好。哇，感觉很新鲜。那你们刚刚都顺利了？没有没有。我们刚刚蛮顺利的啊，还泡茶，还泡茶，对啊，泡茶给谁？给那个副总，他们很开心这样，我们还帮他按摩。我跟你讲，这种工作就是你们，还不够，去菜市场要菜是我们的工作。你们是去吃东西？没有，我们哎，我们拿了这大袋回来，合理吧？旁边人都这样点头，你们去吃东西？对啊，你们看工作人员就这样。我们不是吃东西，我们是去试调，试一下民众的田野调查，你没有听过吗？好了，黄了，黄了，我们金黄色的，黄了，黄了。哦，好香哦！他们那里的食材跟我们很像，真的？是吗？哦，也是鱿鱼、花枝跟那个虾子。哦，对啊，我刚听他们说要剥虾什么。海鲜就大概差不多。哦，哇哇哇！不好意思，啊，哎，小心，哎，来来来，这边，您这边，你这好复杂，你是不是来偷看？对，我来观察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借我位置吗？我要切菜。我们做西卤肉，跟我猜的差不多。对，你刚刚跟我猜的差不多，是卤系列。我猜你们卤白菜，水肉吧，水肉吧，我们说那个泰式凉拌海鲜。这么黑了，刚刚那个海鲜食材下去就稍微又滚起来，这边可以，我们这边炖已经 OK 了，偷跑虾进去，现在就是调味跟蛋酥的，哪有奶茶？我们有，我们送橘子。对啊，橘子。他搞不好是搞一个 set。哎，对，真的耶。又有饮料，又有前菜的，来。好不好？哇！哇塞，看看好吃。汤也要。蛋酥。橘子不要剥好。先，不用，这是附赠。他饮有奶茶呢，我们也是啊，我们也是一个谁了？完成，好棒啊！哦，不简单，厉害耶！两边看起来都很厉害耶。这是蛋酥啊，蛋酥，刚现炸的，值得互相称赞一下。这个叫做在宜兰叫谁了吧，是我们拿来款待客人用的。谁了吧里面的海鲜料多吗？谁了吧跟卤白菜的做法其实很像，可是谁了吧会比较多一些海鲜，因为宜兰就靠海，所以呢都会用一些海鲜来去做这个类似像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卤白菜。